谁呀、啊？来，你们俩过来。我找大人出头，算什么本事？哟，敢做敢当，小男子汉啊！哼，我今天呢找你们，可不是为了给萧克报仇。你们不是说他没有父亲吗？他有，你们知道是谁吗？谁呀、啊？不知道。你是他爸爸？嗯。你看见了，萧科的手里有很多弹弓，这是给他的好朋友准备的。如果你们以后不再欺负他，跟他好好玩，他就会送给你。嗯。今天对不起了，我们以后不会欺负你了，我们以后会好好玩的。我们以后一起好好玩吧。好，玩去吧。谢谢叔叔，谢谢叔叔。谢谢范叔叔。嗯，你得叫我爸爸。王东，走。哎呀，今天让你错费了。这算什么呀？只要孩子高兴就行啊。卖报纸喽，卖报纸了，看看今天的新闻吧，卖报纸喽。卖报纸喽！好，认识啊？不是，卖报纸。只是我每次看见他都会买一份报纸，这样他就可以早点回家了。今天的新闻吧。卖报纸喽！来，你所有的报纸我都要了。哦，谢谢谢谢，谢谢谢谢。早点回家吧。好好。别送了，你早点回去吧。那我不送了。再见。这兵荒马乱的年月，家里没个男人怎么成啊？好在范先生啊，看得上你，人又好，还有钱，你岁数也不小了，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了。最难得的，是他对金宝好啊。嗯，你不是还想让金宝上学呢吗？范家住得远，在郊区有个大宅子，你住进去，大门不出，二门不迈，以后啊。你就是大少奶奶了，这金宝就是小少爷，这特务流氓们再也抓不着你们了，再有本事，他们也不可能查到范家头上。我知道你心里还有萧伯，可是萧伯死了呀，还有那个小白龙不也死了吗？他们把命都搭进去了，就是想让你和金宝能过上安生日子呀。广东啊，你妈说的在理儿啊，要想躲避那帮特务，那范家最安全。我知道没有家是什么滋味，我不想让金宝跟我过一样的日子。妈，经历这么多事儿，我认命了，是老天爷安排这么一个人来照顾我，照顾金宝，我真的认命了。如果现在就把广东有个孩子的事情告诉我家人，家里人肯定不会同意我们的婚事。我是这么想的，我们先结婚，这件事情等以后有机会我再慢慢告诉他们。好，和声想的周到，这件事儿就按你说的办。
那么早就起来了？我得去给公公敬茶呀。喝杯茶吧。真是越来越懂事了。别这样，让别人看见嘛，多不好啊！我自己的房间，我自己的女人，别人看见能怎么着？让他们羡慕去吧。这一个月就好像做梦一样。我真没想到你会对我这么好。以后慢慢就习惯了啊。你一大早就要忙这些啊？嗯，昨天文件太多，没来得及看。我也不懂，我没有办法帮你。想学吗？哎，很简单。你看这些表格啊，看着复杂，其实呢，它都是有规律的。你看啊，从这儿到这儿。父亲。哦。哎。好好。和你有这份心呐，每天坚持的起早来给我煎茶，好啊。父亲，父亲，早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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小盛，问爷爷早。老爷，给我点钱。要钱干啥呀？我要买早点。家里不是有早点了吗？啊，不给。哎呀，爷爷，你就要买吗？我就要一点儿吗？哎呀，爷爷，哎呀，这小心肝儿，给你。哎呀，哎，拿它。走，玩去了。老爷，外面来了个孩子，口口声声说，说是二少奶奶的儿子。儿子？你没听错？听得真真的，绝对没错。父亲，我出去看一眼吧。不用，快把他请进来。是。俊南，你怎么会有个孩子？我，可能是别人家的孩子跑错门了。找错？俊南，这孩子真是你的儿子？我，你怎么来了呀？姥姥带我来的，我想你了。姥姥人呢？姥姥去买糖葫芦了。禀告老爷，外面有个女人说找二少奶奶。快叫她进来。是。这边请。妈。你怎么来了呀？这孩子一直缠着我，让我带他来见妈妈。我实在拗不过他，我就是说让他在大门外远远的看上一眼。谁知道这孩子来了，非得嚷嚷要吃糖葫芦。我这刚一转身，他一下子就闯进来了。这小子鬼点子越来越多。妈，嗯，既然来了就坐会儿。啊，小柯，你说你这孩子，你怎么跑到你姨这儿来了？我都跟你说了，你姨结婚了，她有空会回来看你的。啊，范先生。对不起，打扰你们了。啊，这是我们家老二的，是崔楠的外甥，一直都是崔楠带着他，跟自己亲生儿子差不多。亲家，你说的可是真的？真的，
当然是真的了。孩子，她是你姨还是你妈？哎呀，当然叫姨了。你看这孩子胆小，都让你给吓着了。青莲，这孩子到底是谁的？是我们老二的。青姐，我没问你，我问你闺女。妈，咱说实话吧，父亲他是我儿子。滚开！爹，明天我跟你解释。妈，我给你倒杯水吧。你不用管我，照顾好你自己。这两天我就想来跟你商量商量，看看以后金宝怎么安置呢？家里是不是出事儿了？唐莹要生了，咱们家也没别人，就得我去照顾她。我这两天就走，不能带着金宝。啊，我知道。阿生，他是结过婚的，你不知道？你还是故意骗我？爹，我干什么要故意骗你？我和崔楠真的是同学，那孩子呀，是他好朋友的孩子。后来父母双亡，是崔楠义无反顾地把他给领养了。这更说明，她是个有情有义的女人呢。和生啊，你弄个这样的女人回家，现在呢，又多了个拖油瓶，早晚会把我们家拖垮的。大哥，咱们得将心比心。崔楠的人品怎么样，咱们都心知肚明。自打进了咱们家的门，对爹、对哥嫂、对我什么样，都清楚得很。不就是一个孩子吗？有什么大不了的？让他过来就是了。二弟，话可不好说的这么轻松。留下容易，可往后的日子，麻烦事可就多了。大嫂，你心里想什么我清楚。爹，我实话跟您说，不是人家非要嫁给我，是我非要娶人家。现在反正事情已经到了这种地步，你要是不接受，那我就跟他一起搬出去。二弟，你太冲动了。二弟，凡事你可想明白了。爹，崔楠他是真心爱我的，我也爱他，您就成全我们吧。父亲，请您原谅我。爹，大哥，大哥，大哥，我求求你了，这次您一定要帮帮我。父亲的脾气你也了解，是不容易说清的。哥，大不了我的股份给你一份。二弟，你说话可算数啊？当然算数了。啊，大哥，求你了。那好，我试试吧。哎，谢谢大哥。哎，父亲，您别生气了。事已至此，木已成舟，不如让他们留下吧，把他们撵出去，弄得大家都没面子，何必呢？既然你大哥大嫂都不反对，算了，你也大了，翅膀硬了，我早晚是要死的，不能管你一辈子。你自己的路你自己走，是好是坏，你自己担着。哎，谢谢爹。崔楠，金宝，不，小柯，从今天开始，你就可以跟妈妈在一起了啊！
哟，你醒了？哎。同志，这是哪儿啊？这是苏区。苏区，同志，可找着你们了。老乡啊，你从哪里来啊？我从北平来。那你来苏区干什么？同志，我有重要的情况向苏区领导汇报。那你叫什么？你的直接领导是谁？我叫肖博。其他的情况我要向首长直接汇报。哦，我们领导外出了。这样吧，我先安排你住下，跟我来吧。哎，好。拖油瓶子回来，家里就没有消停过。爹，不就小孩打架吗？有什么大惊小怪？大惊小怪？你这么纵容他，像他这样没有教养的孩子，以后啊，还说不定做出什么事来。必须叫他认错才行。我没有错。放肆！小小年纪就这么犟，这日后还管得了？嗯？和生啊。他是不打，不懂得规矩。爹，就算是他的错，这小孩嘛，总得慢慢教育，干嘛非要打呢？二弟，你这样护着他，你是害他。是啊。小哥，快点，见大伯还有大娘，认错，快点啊！我没错，为什么要让我认？哎呀，你还胡搅蛮缠是吧？你不打，我打。大嫂，你干嘛要跟一个孩子一般见识呢？你这是什么话？你是说我没见识？不是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那你什么意思？你倒是说呀，说呀。说不出来了吧？说不出来，给我打，打！小哥，你就不能认错吗？你快认错，你赶紧认错，你认错。
浊不成器，这个道理二弟都不懂。大哥，大嫂，我的股份已经给了你们一份，你们这样对待崔楠和孩子，不就是怕分那点破家产吗？那又怎么了？我担心也是应该的，至少我姓范，他姓什么？大少奶奶，闭嘴！好，我就生个姓范的给你们看看。走。轻点，轻点啊！哦，丁宝，妈妈对不起你，你恨妈妈吧，妈妈都保护不了你。妈妈，我不恨你，都怪我，没有听你和姥姥的话，才给你惹祸。我知道以后该怎么做了。哎，范少爷，您情绪不高啊？你这是商场失意啊，还是情场失意啊？这么大的家业，在北平也挂了号吧？又有龙爷给你做后台，财大气粗不说，你的势力也是数一数二的。范少爷，现在你又搞到了这么一个如花似玉的大美女，可以说是春风得意马蹄疾呀。得意什么？得意不过两三日，女人不过如此。再好的女人娶到家里，过些日子又索然无味了。这话倒是真的，家花哪有野花香啊？喝酒，喝酒，少爷。来干什么？你到底要干什么？啊！我给你的钱已经够多了吧？我不是来找你要钱的。我跟了你一场，没名没分的也就算了，可我毕竟怀的是你的孩子。谁知道那是谁的孩子？我实话告诉你，像你这样的下九流，到我们家给我做小，我们家也不会同意的。你就死了这份心吧，啊！你不娶我也没关系，我也不再连累你了。孩子我可以做掉，要是本小姐有个三长两短，你得偿命。想要挟我？这是你的孩子，你不要，我也不要。哼，这个崔楠，自从进了家门，我们就没有一天好日子过，今天都骑在头上拉屎了。哎呀，二弟新婚燕尔，也难怪护着他，连老爷子也没辙啊。这样下去可不得了，等那个贱女人和那个小野种在范家站稳了脚跟，范家的财产岂不是白白的分给外人一份？那个贱女人再添一个男丁，就又要多分出去一份。是啊，我还真没想到这么多。这可不行，得想办法把她撵走。怎么撵？我要让二弟自己把他撵走。呵，进步真大啊！你现在的水平完全可以到公司去上班了。哎呀，你又夸我。崔楠，二弟哟，大嫂，早啊！老爷子想孙子想的心急。
让我来看看崔楠，你们俩结婚都这么久了，怎么一点反应都没有啊？嗯，啊，着什么急呀？最近想不想吃点什么酸的东西？医生怎么说？医生说了，我没什么事儿。没事就好，我呀就怕你有事。上午的事干得漂亮，有劳你了。一点小意思，不成敬。客气客气，这是宁广东今天的诊断书和化验单，都是按照你的意思做的。还有这个，掺在饭菜里，每日一次，保他怀不上，百试不爽。谢谢刘大夫。那您忙，我先走。哎，行，慢走。瞧瞧，这就是你许君门的女人。范家这么大的家业，望着一代一代更加兴旺。可你大哥就那么一个儿子，你大嫂再也怀不上了，你再没有后，咱们范家可就日落西山了。哎呀，爹，这不是有小胜呢吗？混账！我还想再抱个孙子呢。一个女人不能生孩子，那是家门的不幸，我丢不起这个脸。那您说怎么办？那是你的事儿。你要是没有儿子，你把家里大权交给你哥，龙家的事儿。你也交出来，这些事儿不能后继无人。你自己看看，这是什么东西啊？要不是我大嫂告诉我们，我们全家人都蒙在鼓里呢。我不是想瞒着你，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跟你开口。这还不叫瞒？啊！这是让我范科生断子绝孙，我从来就没有栽过这么难看的跟头。不是，我再去检查一次行吗？还检查？你不嫌丢人，我还嫌丢人呢！我，妈妈，你怎么了？妈妈没事儿。妈妈，你又哭了。我没哭。傻。我不傻。妈妈，你别瞒我了，范叔叔一晚上都没回来。妈妈，我们走吧。金宝，放心吧，妈妈没事啊。哎，琪琪，琪琪。哟，范二少，您怎么跑这儿来了呀？那个小丽呢？您还想得起来小丽呀？她可被您害惨了。
小丽，哎，我告诉你个好消息。你这肚子怎么打掉了？谁让你打掉的？你又不娶我，跟你有什么关系啊？吃点东西，我给你去热一下。滚！别管我！啊！我这一辈子算是栽到你手里了，只能当龟孙给别人养儿子。滚！不能有自己的儿子。别喝！别管我！你喝那……别管我！你再管我打你，信不信？别管我！你还有脸哭？啊！我养个母鸡还下蛋呢，我养你有什么用？我养你有什么用？我养你有什么用？他们都是什么人啊？他们是国民党特务，前面是了。苏区条件艰苦，比不了你们大城市，委屈你了。哎呀，您这太客气了，我来这儿就像回了家，见着你们就像见着亲人呢。你们两个带他上去休息。那我什么时候能见首长？这个，既然来了，总会见到首长的，请吧。水，大少奶奶，我来吧。不用你。啊，没事没事，我来。今天中午我想喝鸡汤，一会儿你到后院抓着老母鸡杀了炖一炖。有只老母鸡，老也不下蛋。母鸡不下蛋，趁早杀了。就是，养也是白养。不打你了，咱们俩和好吧。哎，咱俩玩会捉迷藏怎么样？哎呀，玩嘛，玩不玩？玩嘛，嗯，行吗？嗯，那行，那蹲下，蹲下，蹲下，蹲下。你数十个数，不许睁眼啊！谁睁眼谁叫宝。一。二。三。四。
都怪我，不听你和姥姥的话，才给你惹祸。我知道以后该怎么做了。别着凉了，快把衣服给穿上。哎呀，衣服怎么全湿了？啊，是不是小顺他们欺负你了？没有没有，是我自己弄的。走走走，回房间，快走。妈，我喝了，我好热呀。热呀！金宝，你等着我，妈妈一会儿就回来，啊！不忘记。